在知影鹿港圣庙圣心启智中心欠缺一台冷冻柜，甲学生的学费了。台中和平西主会书记是特别来到鹿港进行关怀，希望提供完善的设备，让囡仔得到更较好的照顾。台中和平西主会西主是特别来到鹿港圣庙圣心启智中心进行关怀。身为鹿港人的施秀梅会长，在知影圣庙圣心的状况了后，是何召回来西济，来到鹿港正常冷冻柜甲学费来予启智中心。因为我是身为鹿港人，那刚好有这个机会，我们台中的那个和平狮子会的那个师姐们，还有前会长们，大家都很有爱心，就来知道这里那个启智学校有需要，就来关怀他们的那个有需要一台冷冻柜，还有四个小孩子他的那个学会的问题。那我们知道这个讯息，我们就来这边做一个小小的关怀。圣庙圣心主任是非常感谢西主会帮忙，让囡仔有更好的资源使用。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台中市和平狮子会到我们中心来慰问我们中心有一台冷冻柜，可是已经大概有17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常常它冷冻的效果不是很好，所以这次那个台中狮子会可以帮我们送上这么好的礼物，真的非常谢谢他们。圣庙圣心长期帮助身心障碍囡仔，资源取得有限，透过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让这款囡仔感受到台湾人的温暖爱心。新中华新闻蔡中清鹿港采访报道。